华晨，你一个人把公司搞垮，难道不要给我们股东做任何交代吗？对啊，我们一路支持你十几个人股东，哎，你这样对我们对吗？沈国成，你害我血本无归，我给你教训！沈华晨，你不要打击！大家一个交代，你这个毛头小子说什么大话呢？对啊，你父亲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行吗？现在距离鹤峰银行接管齐天的期限还有24小时，我们一定还有机会挽回局面。你说的容易，才一天怎么可能够啊？我知道你们很难过，可是我老爸何尝不是呢？这毕竟是他一手创立的公司，他比大家对晴天更有感情，失去了他比任何人更不舍。现在大家在那浪费一分钟，我们就少了一分钟可以努力的时间。为了自救，请大家把未来的24小时交给我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努力。如果你失败了呢？如果我失败了，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诚意恳求鹤峰银行不要牺牲各位股东的权益。不管怎么做，沈家都会以各位股东的权益为最优先。各位，请你们千万先冷静下来。无论如何，晴天集团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跟诚意给各位一个交代。先让我们进办公室好吗？队长少爷，爸。未来的24小时如何解决危机？这对刚刚才替父亲提出保证的沈若赫而言，不仅是一项考验，也可以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沈若赫是大白痴吗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。沈若赫，你一定可以解决危机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也不能闲着，我也要努力认真读书。子聪啊，你对沈若赫家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沈若赫要在24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，恐怕是不太可能。子聪，我要你去鹤峰银行一趟。要努力就要增强实力，要增强实力就要多读书。若赫如果带你去听音乐会，你会不会打瞌睡？古典音乐入门，一定要。你有能力安排一个宴会吗？红酒大全，你懂得品酒吗？让你成为一个称职的贵妇，太棒了！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36级，这么多啊！这么多啊！当一个贵妇要买这么多级啊！谢光临，你好，我就是200，谢谢。你好，请问刷牌付现？付现。好，小宁结账啊。商用法律，反败为胜，古典音乐入门。红酒大全，
贵妇必读第一集，贵妇必读第二集，一个月晋升上流社会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快点，我赶时间。野蛮女大翻身，还有钓金龟婿100招，驾驭贵公子的秘密，还有丑女大翻身，总共是2880。3000块，不用找。哎，你要不要丑女化妆术没拿？喂，小妈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来学校接我，那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嗯。哎，老婆。哎，对啊对啊，公司最近忙翻了，对啊对啊。哎，不要不要来公司接我，千万不要千万不要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我先不回去吃饭了啊，我先到客户那边去拜访啊。好呗，拜拜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呗。终于看完了，哇，这么快就天黑了。哎，天黑了，差不多可以回家了。谢谢。这个送你。这很棒。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，加油。先走啊。